你哪知道那是小乔？小乔三八。对吗？阿妈小乔三八。哎，这就是酒啊。对对对。喏，小乔三八。炸。变了变紧张了，怎样？年纪最大，我徛着。对，刚刚起来，不露宿，大哥英雄哎！拍戏现在是出来玩的，我没有很认真，哦，我没啥了。打发时间，我说，我说哈，我说，你基本上让你怕厌出来，你怕厌出来，但你爱起劲啊嘛，你看你今天，你爆出来一爆给妞。你们想听爆料吗？我跟你讲，从来没爆过的。耳康怕伊也是，听无人话啊，觉得我都不行。给个小小爆出来。你有干嘛等着啊？你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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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我，等我，哇！快点，哎呀，咱先别看，别很快。看到，先看，看他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哎，哎，那刚过春节了，然后小乔嘞。过年过春节了，才过来。过年啦。干美过，一定要贺礼三呐。再来。你丢嘞。真正有去做啥？啊，不过你哪会知影那是小乔？小乔吧。真正有叫着衫嘞，啊啊！不过你哪会知影那是乔乔的衫？我怎么可能乔乔的衫？伊都是穿新衫。对吗？对啦。小心，捏了一把冷汗。不要再改了，要全穿。你讲到标准了，有没有？今天拍戏出来，我们就要两千。态度不一样，他们在跑步。你刚拍我们俩吧，直接说好。好夹住，紧，扎，紧，扎。变了变紧扎了，就紧要夹着衫，紧，扎，扎，紧扎扎，这是原来的词。但是我的紧扎一直讲紧扎，紧扎紧扎是不是一节一节？紧扎紧扎是一件一件的，这代志紧扎代志，层层层叠叠，紧扎代志。阿哥叫我什么？一龟，一龟，一个，一龟。那你刚蹲的时候是怎样有分辈分？如果要按照年纪那顺序，麻烦你起来。怎样？年纪最大，我徛着。一五四的。妹妹是你的姐姐。四五五六。没有。我现在就走了，不要理我。好，谢谢大哥哥，谢谢。啊，先跑进来，绕进来，绕进来，要反应快。对，刚刚起来，不露宿，大哥英雄哎。我一直跟小林讲，他拍戏现在是出来玩的。我没有很认真，哦，我没啥了。打发时间，我说学长出来是为了养小孩。你基本上让你怕厌出来，你怕厌出来。但你爱起劲啊嘛？你看你今天，一包出来一包二牛，你知啊？一无聊，你出来就无聊哎。哎呦，我就认真呢，我真的很认真，我真的不演。他们的黑历史？没有黑历史，学长都知道。我没有黑历史哦。现在造谣也没人查得到。你们想听爆料吗？我跟你讲，从来没爆过的。你不要看秀玲那文文静静的，她那时候在我们学校几乎快被退学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知道那缺课太多，因为她拍戏拍太多了。我们一进来的时候，她算是我们的心目中的女主角，因为大家都叫她秀娘嘛。我们就觉得，这个学校好美哦，好
气质，原来你是快被退学了。没有，就是到最后，因为我们常请假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班导师非常挺他，那他早就离开了。哦，我们导师就是教官怎么样？来，会为这样子，这警察就要帮查，这是我良心警察，警察规定行下来。你别撞啥？这是我出海钓鱼要用的行李，你是抢啥？如果你想把车要放出来，车车那是有什么事可查？我找你报的名。别跟伊废话啊，收我警号啊！哎，好啊！你别逼我动手哦，我已经忍你足久啊！你就这样，你把垃圾收好就好了。来，小曼啊，光亮一下。来，来了。没事，局外好啊。起身硬起来，快点，你竟然抢不过。因那两个是我抓到，你是耳康派伊，还是听无人话啊？觉得我都不行。哈哈哈！再一次，紧甲悄悄放出来。唱歌在地啊，起立一起来走天牛。来那个，我不能喜欢老贝了。来地啊，水源上来了。小心哦，不要抢了。不可以抢的这样子。希望火，别放手，放手，这是我希望，卖手，放手。真的要吐了，40万！啊，放手了！我刚转的那一秒都在笑，太白痴了！因为我抓你的手，你就赶快退了。乔乔已经吐了啦，乔乔，乔乔是你的 OS 说你们两个不要来救我，好不好？请你们离开。啊啊啊啊！啊！你讲迄内底真正唔是，你若唔相信我，唔通落去啊！闪啦！闪啦！子晟，你一定要把乔乔救倒转来！子晟，你加油啊！你啊，真正无错！你来的真要苦，你连乔乔都没放过。卖掉杂货郎了解吗？哎呦，练重心真不一样啊！我要扒地，怎么在用力在扒？两颗地。真的抓的还是画的？抓的啊，这抓的啊！你怎么画？这辈子第一次被女人这样子扒，哇塞！赶快拍特写，不用化妆。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我跟你讲啊，麦克哥，你自己注意看啊，你是不是你小林哦，有对你有意见，找他算账。你看看，我今天被他脸心扒出来，把脸心倒在18座位，中下，麦克迪老啊！真是没有，真是要手指。我在里面表情很难做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手要凹车，好不好？我的凹车是怎么来的？你说，女人都是属猫的。今天就这个镜头是我发挥的。娟姐，除了要给女人温暖的依靠，我们还要充当她的猫抓板。我告诉你，下次连你自己跟毛应该也保不住了。下次要趁你睡觉的时候。就你指甲今天磨得愉快吗？可以再磨，要再磨几下吗？为了你，我留了多久指甲？